应该拿 N 十四的、啊，完全失误啊自己。亚瑟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晚上好，大家都晚上好。不要饿肚子了，还没吃晚餐的。如果吃饱了，就好好休息，让胃消化一下、哦。我最近吃了就拉，拉了就吃啊，肠胃蠕动非常好，真是觉得幸福美满啊。因为我觉得每次上完厕所就觉得很幸福啊！老天爷怎么生了一个这么，就是给我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？可以让我把身体的那个毒物给排泄出来，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呢？尤其是排出来的瞬间，哦，真是好像解脱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真是有够棒的，你看。吓得要我丢散弹了，楼上有人啊，等一下、哦，我需要一把步枪，拜托。有人。看到。有没有步枪 ？N 十四，我再也不会信赖 N 十四了。三个位置，一个是中塔里面，中塔里面靠敌人。这是什么？刚那是哦，我爆劈啊！我刚爆劈啊！难怪我想说，我刚刚不是爆他头，爆他好几下了吗？为什么他没死？原来是我爆劈啊！那你如果说是打到那个排位的巅峰，那恭喜恭喜，不错不错。社团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今天都在忙，我今天下午都在剪片，没有很认真在看社团。社团平常我也很少看啊，偶尔滑到而已。对啊，我们找一下 Scar 啊，等我一下，因为 AK 太飘了，我不会用。啊，不是这把枪不好，是我不会用。我不会用的东西，再怎么拿我还是不会用啊。我已经18个补包了，等一下，哎呦 ，Scar， 哎，各位，我有18个补包哎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不对，这个补包要放中间一点，万一有人要来拿有没有？直接炸他！来来来来，都来都来，来，尽管拿，开一枪让人家知道我在这里，然后他等下就会来拿补包，然后就会被我的地雷炸。炸爆！炸爆地雷啊，不是，地雷炸爆你。差不多啊，你有看到我的那个战机是不是？哦。OK OK。我发现有些观众都蛮厉害的，就是有一些细节啊，都观察得很仔细哦，真的很棒，真的还蛮棒。就是如果可以把这些注意力啊，都花在读书上的话会更棒。当然我知道有点难啦、哦、不过没关系啦，就这样。我看到前面有个空投，哎，也没看到什么敌人，我猜敌人应该在前面瞭望塔。哇，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跑哎、欸。他刚刚是拿散弹枪在跟人家打远距离是不是？我有听错吗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尸体，两个尸体，看一下有没有地雷，没有地雷，没有地雷。OK， nice， 凝胶，二级防啊，不，二级补，Groza， 等一下，
丢点多余的东西哦。300发我觉得够了，不要再多了。我需要个凝胶，有没有凝胶啊？凝胶只有5颗，太少了。是多啦，但是对我来说有点少，我想多一点。有人发违反讯息，发什么违反讯息？还好像还有人呛我哈？今天有吗？不是已经一阵子了吗？好一阵子了，而且呛我不是天天都有吗？或者是每一两个礼拜都有吗？不是很正常吗？排位神龟点这里没有看到人哦，你是说那个瞭望塔是不是神龟点哦？还是哦那个中间那个大房子是不是？我觉得那大房子我不太会守有人。我看到他楼上，他跳下去了。等我，等我，不要跑，等我，我来了。哟、哎，下来。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。有人！赶快拉血，赶快拉血！没时间啦，没时间啦，没时间啦，没时间啦！凝胶掏出来啊，各位！凝胶啊，缩圈啦！等一下，左边有一个，右边没看到。左边石头后有一只哦，这该怎么办？直接冲过去好了，没办法了。手榴弹，开枪成功，剩最后一只，1-1。维修箱先修一包，地雷不用，闪光弹、手雷、散弹枪9发应该是可以哦。我等一下想要把那个，因为我现在是用机械冲击嘛，最近蛮多观众一直问我说，你的机械冲击时间是那个期限到了吗？不是，机械冲击其实我有永久的，但是最近换成雷光是因为我想说我换个口味哦。对，因为常常用机械冲击用久了会有点无聊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想要换把枪来用用这样。这边有鹿圈吗？没有，这边不在圈内。这边要看一下最后一只在哪里，我猜应该在房子里啦，要么就是在这个斜坡啦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啦。我倒宁可他在，对，3楼。哇、哦，凶哎，凶哎！两枪了，最后是开镜精准啊，不是预设打，是开镜准打，爆头了 ，nice， 凯莉吃鸡，新衣服 ，OK 啦，散弹枪，我觉得地狱之吼的比较好看，对，没错，外表我也觉得地狱之吼比较好看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用是机械冲击跟雷光啊。机械冲击射速更快，但是少一发子弹。那雷光是多一发子弹，但射速稍微慢一点，各有各的优缺点啊。但我最近比较想常玩一点那个雷光哦，因为我觉得雷光也还不错，这样子。
对，之前也有推荐雷光给大家看啦，对，但我觉得心目中我觉得最棒的散弹枪涂装应该还是机械冲击。